郭怡宗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画学会创会会长，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名誉主任，中央文史馆馆员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上技法课。前面我们重点介绍了木本花卉以代表性的几种植物，我们做了演示，做了讲解，做了从认识结构、熟悉生活，然后到进入从自然形态怎么进入到艺术形态，从自然形态怎么进行艺术创作，这样一些过程。我们讲了木本的，讲了草本的，实际上呢，我只是演示了我自己的比较熟悉的一些花卉。我希望同学们在画以前都需要进行这个非常熟悉的了解的这个过程。作为生活来说和传统来说，我希望同学们把它结合起来，既是生活又要传统，主要是了解古人从生活里边怎么进行提取的，怎么去进行表现的。每一个时代的人对着同样一种花木，同样一种自然景物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理解方法，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方法。所以我们两头来抓，一个是抓自然抓生活，一个是抓传统，必须从这两方面来积累我们的知识，总结我们的经验，总结前人的经验，来观察自然。就我个人来看，自然和传统都特别重要，但从总的来看，自然的时间非常长，传统的时间我们能找到的画1000多年，大自然呢？大自然上亿年。而且传统的作品是从自然里观察自然、体悟自然以后，然后才表达的。所以这么来一看呢，就是说生活比传统还要重要。但是我们这儿毫不没有贬低传统的意思，因为传统是从生活里提取的，传统要经过生活来进行检验。所以这点弄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会非常珍视，认真的去体悟自然，认真的去研究传统，传统是怎么去表现自然的。所以下边呢，我们主要讲一个木本讲完了，草本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藤本。藤本对画家来说啊，这个飞藤走葛啊，这种气势啊，不管是对写意画家还是大写意画家啊，包括工笔画家，这些藤子的穿插，他们的美，这是画家很重要的一个审美点。因为藤确实非常丰富，藤是缠绕的，是攀援的，是飞舞的，这个画家造成了一个，给画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发挥你自己的心的动的那个世界，线条的世界，飞舞的世界，都灵动起来了，都灵动起来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很多画家都特别喜欢画藤，练长线，练长线。今天我们具体要演示的就是藤本的一种藤萝，藤萝画。藤萝画从古到今，最早的可以查到1000多年以前，有画的时候就开始，有花鸟画的时候，人们就开始画藤萝。看来藤萝是非常入画的一种花，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。首先呢，我们对花来进行一些基本知识的了解。它是我们的花，有单朵的，有双开的，
有四画在一组的，有独头的，有成串的，有成穗的，有成簇的，一簇一簇的。所以这些八位画的类型我曾经讲过，一开始讲的时候讲写生的时候我曾经讲过。这个画腾格画就是穗，就是要成穗。它首先都长在一个穗上。一画就是一串，像葡萄一样，一滴了就是一嘟噜。这嘟噜它也很有姿势，它上边的掀开，怎么出包啊？怎么开花？怎么初开？怎么盛开？怎么落花？这个很有意思了，这个就很有意思。我印象最深的时候，我还腾罗的时候，经常想起一些古诗的，啊，想起古诗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印象就很深了，突然看到这个吴昌硕画了一张藤萝啊，提了六个字，珠累累，瘦弱弱，就像这个花像珠宝一样啊，像珠子一样累累的在一块穿在一起，那是一种美感。然后瘦弱弱，很有诗意。那个带子绶带，那个藤萝的那个枝干，那个飞舞啊，弱弱，用了这么一个中国的词儿，你就会体会这个花你要去表现哪些美感。珠累累，瘦弱弱，所以你要画一朵花的时候，你要体会它好多的境界，不同的感受。所以这样才叫画家，才是一个画家，而不是一个标本的画家。不是，我们不是画标本，不是去画植物，而是去画诗意，去画诗境，是画你的心，是画你的意，是画你的对他的认识，对他的了解，而且启发别人对他进一步的一种美的境界的一种认识。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创作的时候都赋予他一定的神采，赋予他一定的诗意，赋予他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，但是还是要体会他的性格，体会他的结构，体会他本身的一种美在里边去进行发现。你不可能没有依据的去想象。所以他的花是长在这个花屉上的，这个花是有两个大的瓣儿，像蝴蝶一样非常的美的，下边还有两个小的，中间有个花心儿，等干了的时候剩下这花心儿了，然后这边还出来一个像小舌头一样的，哎，这花瓣掉了，最后长成这么一个。它的花是在这个包上的。这就是它的基本型。一边开，最开的时候这个花稍微小一点，开到中间的时候上边的小一点，开到中间的时候变大，开到下边的时候没那么整齐了，它非常有姿态了。再到底下就是没开的那些小骨朵，你去看任伯年画的这个，他把那骨朵强调极了，他甚至有的一个干上全是骨朵。这骨朵有上面的又比较大一点的，额特别明显，骨朵开始这样长了，到在上边的开始放了。这一穗儿
它就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点的多，勾的少，抓住某一个特点。有时候你去画干的那个飞扬，把干为主。有的人喜欢画它的花，有的人画初开，有的人画落，有的人画盛开，有的人画叶和花的那个关系，就找到它的审美点，然后你去创作。我这一张呢，画了一个老干，完全是藤萝的老干。这是我20多年前吧，30年前带着美术学院的那个画点画的同学到苏州。苏州的园林里有一棵300-400年的一个藤萝的老干，这张基本上是画的写生。那个干弯弯扭扭，完全像一个龙一样在那儿，然后像一个老人一样，像一个老道士一样，那种感觉，那种静，那种古老，那种静穆，那种深邃。上面的新枝啊飘下来，有一些嫩叶刚刚开，并没有画它最盛的时候，是画它的暮年。暮年里边带着生机，几个小枝啪啪啪啪一条，那种感觉。这个用笔完全是练皴带擦啊，比较毛的，比较深的，比较厚的。这是藤本，这个藤本它就非常漂亮，它穿插的大枝小枝互相穿插的，上垂下扬上垂飞舞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抓住它的美点来去夸张，要来去夸张。春天的光卸下来了，你到那个藤萝架一看，经常有这种感觉，那个光，外边的光透过那个藤萝架，然后穿到地下，照着你去晃眼，你去看那个藤萝在那个阳光里边，有阴影里边，有阳光里边的，真是像水银泻地一样，卸下来的那种感觉，绿相斜。我要去表现紫和这个绿，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，这种和谐的这种关系，紫气东来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希望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愿景啊，一种愿景。韶光夜夜，我去画这个光，去画它的飞舞，去画它的感受，我没有去画，只是把藤萝作为一种借物抒情的一种办法。这个花只是我的表现，我的情感的表现，春光表现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，表现中国人的人们心里边的一种对美的一种期望和一种光明。这就进入到一个创作的阶段，从练习的阶段进入到创作的阶段。我就一直在讲，从自然生活到艺术表现，这就是我们教学教和学的最主要的关键。老师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传达给学生，学生能不能在创作的时候体会我们创作的这样一个目的是什么，不是练一个技法，不是练具体的表现的一个形，这个还是初级阶段。进入到创作的时候，就是要把意境放到第一位，把找到最合适的表现方法，表现你最准确的意境，用最简单的笔墨来表现你的非常准确的意境，你的艺术会达到一定的高度。这就是一张小画啊，一弯四月飘紫云，非常简练的，很帅的笔，我也是用这个来勾的，用笔根来勾的这个瓣，非常轻松的飘，把飘子突出出来，飘紫云。但是所有的下笔的，你的用笔的方向力度完全从形，从它的形，从气，从这个感觉，从势来用笔。如果这时候你用笔去犹豫了，
这个时候用笔表现不用笔不准，就很难达到这个非常痛快的这样一个地步。如果你的笔太飘了，它会显得很苍白；太不准了，那是欺人；太准了，那又是标本，那又是标本；太腻歪了，又感觉太滞，用笔太滞。所以就找到一个恰当的、非常准确的用笔的表现方法。好了，我们来演示吧。我们选择一个条幅，所以空间的这个层次，一方面呢，有时候有深浅拉层次，后边是浅的，前面是深的，或者是前面是浅的，后边是深的，拉出两个层次来。这种在深深浅浅、浅浅深深里边去拉这个层次，它不是面了，它是空间层次。空间层次要会创造的。画的这个杆啊，可以先画上，大体找找势。这上面这个可以大体找一下是哪儿准备出花，好，我先去找花心儿，一般是不是一个一个花去完成，先把它花心儿布列上，它是蝶形的花，还是不要把在笔上调匀了，还是在纸上调。侧面的正面的不同的角度的，成组的在一块的尽量画的不要变化太大，在外边亮相的瓣尽量它画的它有点姿态，所以每个花的动态和这一串的关系，在画到哪儿的时候都要注意到。哪些花心需要提，哪些需要精神起来，哪些需要清楚，哪些需要模糊，
去找着找关系。你说四仙认定了我这儿就一个花那儿就一个花，有时候画的时候就挺被动。我的习惯是来回去补，来回去找。在这时候凭着你的认识，凭着你的感觉，凭着对画面的感觉，凭着对生活的认识，然后去把它高度你的思维，然后去处理它。因为等干了就不能画了，干了画上就很难看了。哪些地方是衬湿，哪些地方是半干不湿，哪些地方比较湿的时候，哪些地方比较干的时候再去画。在这个时候我经常去把它勒一遍，就是画点完了，深浅变化基本上有了，但是不一定就非常的完美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有时候画藤萝的时候，我去用非常干的颜色，非常干的笔，再找一下形，再加深一下它的那个反复那种关系，让你去看着形又找不着形，去做这一步，把那个形给它打乱，有的加清楚，有的就给它打乱，有的让这时候的线也是方方圆圆，曲曲直直，不要一个劲儿的去描它。要写出来，有时的用笔像行书一样，有时用笔哎，就像楷书，像篆隶，就是用笔的感觉可以有很大变化，根据你的需要。都是一种笔法，有时候显得单调。很粗的笔，很硬的笔，然后去勾。我甚至有时候还用油画笔，大画用油画笔去勾，那个力度更狠。这个笔就粗一点，硬一点。有一年我画了一张大藤萝，在美院展览，看我勾的那个东西，油画系的同学跟国画系的打赌，说你们郭老师那个勾的不是用毛笔勾的，怎么这么有力度，肯定是油画棒勾的。国画系的同学说，郭老师就是拿毛笔勾的。实色本身它不透明，它不透明呢，过去实色基本上是用平涂来用，古代的时候或者提染的时候用。你看看齐白石，它就有了很大的发现，有很大的这个自己的创造。你看齐白石画的那个葫芦，画那个葫芦下去以后，这一笔有非常定型的那块黄，还有往外渗化的那块，定型的那块和渗化的那块特别清楚。就是说定型的那块，它那时候笔上蘸的更多的是石黄，石黄不外有阴的，直接烙纸上它就烙到那儿去了。但是它还调了藤黄往外阴，藤黄往外阴以后，它那一笔下去以后，两个印儿，一个是原来下笔的时候那个印儿，那是石黄为主，矿物质颜料；往外印的那个印儿，那是藤黄为主，所以它就很丰富。后来我父亲画这个，就是石青和花青结合，石青的那个地方就很清楚的有笔触，花青的地方很自然的往水分大往外印。
它就很厚。所以我画藤萝的时候也经常在这个紫颜色里边加一点事情，甚至于加一点古兰，它也是很好，很丰富的，应该是很丰富的。加了石青的颜色非常沉重，吴昌硕的藤萝里边经常加石青，这一只很密，这一只我把它画稀，疏疏愣愣的。两个颜色可以互相的深化一下。书的这个枝条，这个好多画家对这个还没开未开的时候是骨朵的时候，这个特别美。这是他飘逸的那点东西，竹累累，瘦弱弱。有一些绿颜色，很有生机。勾出来了，没关系，增加它的复杂。这个呢，因为有了藤很重要了，花也很重要了，叶子我们把它虚化，
但是你知道它那个叶子是羽毛状的。完全是在找这个气氛。你看吴章说话那个，有的时候就跟那个鱼刺似的，它很简单，但是他把它特征化出来。那藤萝的叶子一串就是羽状的。如果不了解它的生长的结构，那画出来那肯定是瞎画。如果了解以后画的时候，肯定它会有这种感觉。尽管画的很简或者很帅帅笔，但是它的气它的结构是准的。就让它虚过去了，它叶子没有影响这个枝干，而且是帮了枝干，也没有影响花。如果你画的叶子、花、枝干都同样的用力量去画，那实际叶子边儿就是花，花边儿就是干，干边儿就是枝儿，那全都混一块了，它就没有艺术美了，就是。你看吴昌说任伯年画的时候那藤萝哇、啊、上面全是干啊，这儿一朵小花，也很美也很美。它跟生活真实不真实啊？看起来是不真实，实际上它艺术上非常真实，那就是在艺术上的处理，艺术上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同学们画的无论画什么，我强调了半天写生写实，但是最强调的，千万别做写生，别做生活的奴隶。艺术家不能做生活的奴隶，你做生活的奴隶只能是一个标本，是一个摄影。所以艺术家必须要用自己的心去提炼，去创造一种自己的意趣。由于这个意趣的指导，你会创造一种自己特殊的表现方法，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还借助古人的那个词儿，我们来提上。
简单的示范了一下藤本的这个藤萝的画法，画法太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自己看一下我自己画的藤萝，每年每个时间段或者每一张画都有一所不同，这就是强调你自己的感受。甚至这个感受呢，写意画啊，有时候随着下笔以后而慢慢产生的，然后你去追你自己这个意境。这个意境不一定是事先就全部都设计好的，但是事先设计好了你又表现得很顺手，这个很痛快。但是经常是表现得不顺手，但是突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意念在里边，激起之追。在这时候你改变你的审美的，甚至审美取向，改变你的意趣，创造一个新的意境。好多画，我的好多画是改出来的。如果按照事先想好的画画出来，往往比较单一，比较概念啊，或者比较雷同，跟原来的审美比较雷同。但是你跟着画的意境，然后你去追，然后慢慢去加强，慢慢去放大你这种感受，你可能会画出一些跟自己不同，跟别人也不同的东西来。所以没有关系，写一画见错就改，随错随改，改好了算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。